了青鸟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得到片场终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亘古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途不知后退，将梦想萧炎三人赶到毒宗，得知魂殿使者与小医仙决裂后，转而扶持毒宗的敌对势力万邪门。为擒魂殿使者，萧炎答应与小医仙联手对付万邪门。备战前夕，萧炎意外发现毒宗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两宗大战爆发在即，小医仙却遭手下联手背叛。拦住他们！走，走得了吗？若是你万仙门出了叛徒，恐怕你的手段比我还狠十倍。无涯，我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在毒宗更是位高权重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背叛我。我们本就是万仙门的人，何来背叛之说？所以昨夜那蜈蚣就是你放的？原来是你小子。万仙门与毒宗之间的争斗，你还没有资格掺和，劝你不要引火烧身。如今毒宗只剩四位斗皇，万邪门加上叛变的三人，却有八位。上次匆匆交手，胜负未分，今日便让老夫试一下，你这小辈究竟有何资格称霸朱云帝国？那便来试试。你们小心点。
己送上门的，那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。不过是一星斗皇，刚才若不是独宗宗主相助，你真当自己能接住我们五人合击吗？哼，天火三玄变。应该是用秘法提升了实力，我们拖他一阵子，自己虚弱下来，再与他性命不迟。鼠辈的勾当，晚辈言萧，歇山门主如此看重，那便牢记在心吧。我记住了，今日不管是你还是独宗，都难逃一死。是六军魔兽啊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啊？是啊，这可是谢老费好大力气才收服的魔兽，今日出山就拿你祭旗。嚣张吗？
这一人一兽，竟配合如此默契。小家伙，你很嚣张嘛！萧炎，他交给我了，你安心收拾那家伙吧。谢山门主，看来你这正宗魔兽有些不太正宗呀。混账东西，现在嚣张只会让你的下场更凄惨。好吵，可惜现在局势明显对我们有利。可恶，本来我们斗皇数量占优的，竟被这小子除掉两名斗皇，又把我拖住，现在事情完全倒过来了。谢山门主这种时候可不能分神，一不小心可就步了无涯的后尘。想呗，不劳你费心。雪山，快召唤那人。来了，万仙门还有一名斗宗。什么？居然还是一名斗宗强者。天毒女，没想到吧，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谢碧眼，没想到你竟奈何不了他。铁护法，这毒宗宗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今日这场大战对我万仙门异常重要，所以不得不请铁护法出手相助。要本护法出手自然没问题，不过报酬你也应该知道吧。铁护法请放心，你所需要的到时定会如数奉上。是你？我们本来能合作得很好，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机会，甚至还破坏合作，我只能另寻伙伴了。可惜你选错了人。铁护法，这天毒女我来拖住，那小子很棘手，你先去收他的灵魂。是吗？那行吧。小子，
劝阁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……否则，你又能怎样？看来阁下是打定主意要插手。他交给我吧。嗯，小心点，我将歇山收拾了就来助你。嗯，放心，不会让他跑掉的。好狂妄的女人，斗宗强者在我魂殿眼中可算不了什么，希望你日后不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后悔。你们魂殿的人总喜欢说这种无谓的话。你还遇见过魂殿的其他人？少废话，本部反倒要看看你有没有狂妄的资格。原来你也留了后手。彼此而已。你高兴得太早了，老夫修炼这么多年，不信连你一个小辈都收拾不了。血魔蝎皇，老夫当年进入斗宗时，有幸获得一头即将进入斗宗的血魔蝎皇灵魂体，一直封印在体内炼化。今日便让你第一个试试我万蝎门血魂诀大成后的威力。天毒女，你就来当我血魂诀大成后的第一个祭品吧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念完几圈，何时会相见？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尘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去到那山巅。也许只因永远太远，封空了昨天，记忆在沉淀。多些贪念。